要放四分钟在这。哎，还有个姑娘。哎，好不好吃啊，一头哥？好不好吃？早上好啊，今天是在 Tofino 的第二天，今天也是 BC 的 Family Day。昨天说了 Family Day 家庭日肯定要家庭活动，所以我们来到了漂亮的温哥华岛 Vancouver Island 上的岛另外一端 Tofino。 当然说到温哥华岛，大家知道维多利亚，那就是在岛的另外一边吧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昨天晚上也是在一个叫 Shelter 那个餐厅吃，今天早上呢在 Turf Bean Coffee House， 非常的不错。刚刚也试了几个饮料，很好。现在吉普已经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要去海滩，刚刚已经踩好点。本地大叔大妈最喜欢去的，对，先去本地人的那个喜欢去的海滩，然后我们再去 Long Beach， 不是加州的 Long Beach， 是 Tofino 的 Long Beach。 好的，现在已经下车了，来到了第一个这个地方吧。说了今天主题就是看海，所以呢刚刚 check out 的时候和旅馆的老大妈聊了一下，我说这个本地人的 beach 在哪里，我们想来看海。她说啊，去我们 village 的 beach， 这两个。那基本上呢从 Tofino 的基本这些酒店吧，不管从哪个出来，找到 Lynn Road， 然后开到底。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，跟爸爸说？海滩。海滩？什么海滩？这什么地方记住了没有，说了半天啊，回去跟你朋友说你去哪里玩，你记得就说什么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 To Tofino。 To Tofino。 大声说 Tofino。 Tofino 的海滩对不对？ Tofino。 哇，你看Wave. Did you see the wave? Yes. Tofino. 啊，你自己吧，不用拖着手。反正我就放在你肚皮里了。我去。干嘛呀，哥？牵着你手怎么样？啊，不牵，冰你！你不要冰我了。啊，根据这个，酒店老板娘的建议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个小海滩。刚刚第一个呢，比想象中长一点还，第二个是更小的，但是好像它更内弯一点。看看这条漂亮的小路。哎，不要搞，不要搞！什么？快点，我们看。哦，有一些冲浪的人在这补充体力呢。走这里。哦哦，下去很难。Watch out！ 哇哇下去！接的扣。哎呀，快捡回来吧！浪来了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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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